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，喜欢你就会经常给你一些暗示，特别是女生，原本就不是很主动的人，但如果他经常对你主动，找你聊天，还时不时的给你说一些很莫名其妙的话，意思就是表明你可以去聊他了，但是往往就有很多情商低的兄弟就听不懂，耿直的性格简直会让女生直吐血，他借口来找你帮忙，其实只是单纯的想要和你在一起相处的时间长一点，但如果你只会瞎忙，那就活该你一直都单身了。所以说女生给你暗示，可是你如果没有读懂的话，就会错过很多可以聊他的机会，不要等女生真的放弃了你才参悟，那个时候哪怕是活神仙都难救活了。所以在微信上，女生给你的这三个暗示，单身男要懂，参透以后立马行动，很容易到手。一，下班一起走啊。